第三剑，紫色，直接出紫了吗？哎，这个紫色也整人哦，我被红色整，我还被紫色整，我这要拍照，我受不了了，妈的，整人游戏，第四剑死去，来第五剑，帮我记一下，5-0，我还被野整，也敢整我，红色，红符石，哎，要记得哦，红符石要加一哦，红符石，哎，各位，红符石加一，这样还 OK 吧？哎，所以拍照。各位，终于我们讲完了。今天这么多件装备，一定会出现各种可能性。低光给高装，刚刚才讲完，这个几率很低。通常都是高光给低装，低光给高装还是有可能，但几率非常非常低。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么多个样本数，要是看不到也很难啊。白鬼说，今天如果炼金炼到紫装的话，现场观众抽奖送给你们，又要送紫装了。我们很久没有白鬼老板送紫装了，今天老板说。如果我炼金炼到紫装的话，就现场抽给你们。不是啊，白鬼，你的告别式不是这样子的、啊，不要乱讲啊！我跟你讲，他们这些人啊，肯定有2000人是来抽金、抽紫装的。我肯定，你刚刚一说抽紫装之后，人数飙升，你们这些抽奖仔，我……好，不能骂脏话，主播解精华，把这群观众的嘴脸给我剪进去。气到我都点不过，加七干，加七干，加七，我加七 ，nice， 我操，有了。红五了，里面有一把范德之剑在转，但他转不到，永远转不到我身边。走，你在干什么呀？你给我10个修炼术，我跟你说，这是三小，绿光给绿色，你。我丢红装欸，我不是丢蓝装，你给蓝符石我也就算了，你要不要给我绿的？包容性大人叫包大是不是？我还以为纸尿裤嘞，哈，包大红卡有了吧？红卡 ，nice， 再说呀，干再屌啊，终于有红卡了。欸，紫光来一下吧，给个紫光没有很难。我受不了，我一定要把你变屌。300秒下去，我跟你讲，你说包容心比我屌就好了，你不能说要比我强，也不能说要比我猛，也不能说我比他累，不能这样讲，我不能接受。我顶多在天堂 A 里面打不赢他，但是我绝对比他屌，比他欧。哎，谢丁哥吗？你们除了谢鬼哥之外，也可以顺便啊，顺便就好，顺便谢谢丁哥吗？我在这边吼得声嘶力竭。哦，紫色符石有机会红跳紫，紫雀，来死守，2个魔短，又死又魔，紫光有了吗？人生第一次高光，肯定中紫 ，nice， 欧西里斯双刀，是不是？等待是有好结果的，聊天室。帮我刷一波气呀、啊！今天你们的第一把抽奖装备就是欧西里斯双刀，欧西里斯的巨神兵终于来了吧？趁胜追击，还有2子啊！我们再凑2子，今天的 KPI 就完成了。你不要啊，符石啊，符石对，符石，不要给我10个修炼箱哦。无十多一可以。哦，对不起，是天空龙是哦，欧谢里斯的天空龙，我喊错守护神了，狙了，给我连续2个蓝光，对不起守护神，我错了，可以道歉吗？可以道歉吗？可以吗？又是紫光又来了吗？里面，哇，紫罗兰火炮，紫装加二，来直接杠二，紫罗兰火炮
你们的第二件抽奖品来了吧？我们终于帮白鬼老板省钱了。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他说：“丁丁啊，我话已说过了，我话已至此啊。如果等一下你百件装备没练到，你就除职，直接拉三件蜘蛛来抽给观众。”我靠！你知道我听到当下，我说：“看，这不是把责任丢给我吗？如果我练到，就是帮他省钱。”我没练到，他就要多喷三件紫装的钱。虽然现在紫装并不贵，但是我不想要让他喷这个钱，我不想。爸爸，第四件紫装就是留给林枪身上的吧？应该是吧？应该是吧？应该是。毕业啦，贤者的项链，未看先猜。提示：一魔六，你们的三件紫装全部完成。我现在立刻向白鬼，还敢呛我非洲啊？走！哎呀，不会吧？极品步枪！鬼哥，紫装变四件了，是不是有一件可以不小心的放在丁丁的身上呢？你觉得要给爱戴的观众，还是你爱的丁丁？你们觉得是要给我吧？我今天的演出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卖命的一次啊！看你们这群混蛋，你他妈！又是一张蓝卡，又是镰刀啊！镰刀安定零的送他下去啊！镰刀零，走，红卡，红卡，红卡。终于啊，红卡加都晚熊，哇哦！我都没都晚熊哎，我好想，我超级想要这张哎，这张变身超级可爱。不会吧，只剩不死海底捞月，哇，终于有啦！杠一啦，终于有最难的最高级不死，好硬哦，这个超级难练的。可以了，今天上面的所有的内容都有一个数字了，不会是零的。是谁买1450来这帮我谢谢啦？你们是不是有，是不是有人去花钱买一堆谢谢君啊？还是老板你自己买的？你是不是买了一堆人来这边打字说谢谢老板？那个这一波水军去哪买的？可以教我一下吗？你们谢爽没？各位水军可以帮我改变一下方针吗？改一下文字，谢谢丁哥打嘛，不要害羞，打出来。屁！干，这是你买的吧？怎么会有一顿谢谢君？以我的画面，或者是白鬼哥那边的画面为主。第一题，好，第一题。干，不是啊，那个不是问题啊，不要回答是啊，那个不是问题啊，那个不是问题，那个。干，不是不是，白鬼问的问题啊。那个多多是崩牙君啊，干，那个不是问题，你们不要回答，不要理他。聊天室的白鬼是在乱的，你们不要回答，让我笑死。没有，我还没问啊，我还没打字。干，多多，我要背你300秒。你干嘛讲话？多多，你干嘛讲话？你不要讲话不就没事了吗？